长宽高 4460星 1850星 1695毫米轴距 2640毫米整备质量 1377到1430千克今年4月份刚上市的2018款制炮在外观上有明显变化，整个车身的线条更加硬朗，而且前脸造型的时尚感提升较大。在入门紧凑型 SUV 中，制炮的车身尺寸具备优势，再加上空间利用得当，所以乘坐空间和后备箱空间都表现优异。发动机 2.0L118kW193Nm 变速箱，六档手动六档手自一体。2018款智跑全系仅有两款车型均搭载 2.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，分别匹配六档手动或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，该发动机的动力性能中规中矩，日常使用正好合适。此外，燃油经济性和自动变速箱的平顺性都表现尚可，有一点不好的就是加速过程中发动机噪音比较明显。前悬挂麦弗逊式独立悬挂，后悬挂多连杆独立悬挂转向类型，电动助力制动器类型，前通风盘式后盘式驱动方式，前置前驱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的组合，与不少竞品相比，底盘扎实感较差，在正常路面行驶时舒适性还不错，但通过程度较大的颠簸路段时就会显得有些生硬和单薄。 2.0 升手动 6.9 工信部 8.2 口碑， 2.0 升自动 6.9 工信部 8.9 口碑，外观高大上，底盘偏硬，配置该有的都有，性价比挺高，提速过程很满意，新车味道实在大，整车质保5年或10万公里保养周期，2500公里首保，之后每隔7500公里保养一次，保养费用小保养430元左右，大保养900元左右，日产逍客，本田缤智，本田 XRV。